四张纸传到你那有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早餐。七点半来关酱冰院。七点四十多了。哦，好，比昨天好，昨天还没七点多。今天又来用。今天不是要那个吗？葱面包吗？先把吐司用完了。啊？把吐司用完了。好啊。等一下。底加大厨。好，我要当二厨一下。对呀、啊。是当大厨。哦，吐司还切边的。所以今天只做一个而已哈。对，然后再切四块。最后的事情。妈咪，过来喝水。大厨，请喝水。这样用一个两颗蛋会太多，谢谢大厨。不会。大厨，把蛋放回去。是的，大厨。那请问大厨，洗过的蛋可以放回去吗？可以吧。我建议。大厨，我建议这个做两个，那这个用两个，那这个叫妈妈再去买就好了，行吗？那可以用两颗蛋。因为你说是建议，所以我就不用。我诚心的建议。不用。发自肺腑内心的谏言。然后把肺拿出来。啊！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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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！是心脏。拿回去。说。所以我们要先拿出一片来预备。一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啊，开始有。准备的材料有：八一个，二厨一个，二厨一个哈，吐司、火腿、茄子、蛋。做的是四人份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吐司放上料之后盖起来切丝。一人只有四分之一哦。对。昨天一人两片太多了。洗锅。一点都不关，这么冷，不会多穿衣服，一点都不关。所以你要被打破。打蛋去。好，打蛋。快点啦！给他一个奖励，先开细丝，把它撕成丝块。
拿破仑就是十字，这有没有十字的？苍天十字山。好，再来这只狗。喜欢兔头的狗吗？兔头猫，兔头猫吗？这只兔头猫给我怎么样？家族对我来讲，就前三个周就我这个成绩感觉就不好。好的时候把蛋压平。那厨师可以收了吗？对，都可以收了。把吐司放到我这边近的地方来。对，收了哈。对不对？我们大厨煮东西需要人家在旁边念吗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我要小一点啊。还有锅已经变小。来，大厨这个交给我就好了。一般就是交给二级洗吗？还是洗衣板机洗？没有，没有喷到。开启防护功能。可以吗？啊？可以啊。没有喷到。今天没有用对啊。没有。需要翻面吗？大厨。需要。喂，哎哎哎，先生。哎呦。超级棒。先生，先生，干活。干活可以上菜了吧？用剩下的火煎一煎。需要我帮忙切还是你切？对，我自己切。这切很难哦。好吧，那你切，你想切就切。还是你要切切看？你切了。用哪只切？这只好了。不要，那是切菜的，我切生猪肉的。它有洗过了。不要。那这只我怕不够力了。这只够力了。
到各地。要上菜了吗？小心让它分散到各地。OK， 上菜喽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勾扣还没过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主厨上菜，你来介绍。啊，今天吃这么少。这一道是我们主厨今天煮的。那你不是说昨天带片太多了？意大利鸡蛋佐。菲律宾火腿饭，北海道北海道起司，加台湾在地吐司，很高级的哦。对，好，开始。那我要这个，要这个吗？妈妈你要这个，爸爸要这个。对。总花费时间20分钟，也花费太久。我们主厨1分钟的那个钟点费是。10万块，所以总共花了多少钱？20分钟，9000块。这道菜价值20万，有没有要有没有要出价了？20万一次，20万2次，30万，30万，好，30万一次，40万，40万。等一下，你没有人跟你比，20万就可以了。好，妹妹要不要出价？30万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意思来，40万，有没有人再出价了？嗯，没有。没有了，爸爸可以吃哈。嗯，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蛋好像很够，已经22分钟了。应该是煮一个22分钟吧。嗯。小口小口的吃，我抹那个蛋黄酱，你看一下。还没有安吉面太好吃的，这是怎么能吃？这么膨胀？等下大厨要负责提碗。27万。是。为什么是我洗？刷一刷就好了。我不用洗碗机了，已经太干净了。用这个冲冲就可以了。顺便再订阅我们的晚上六点多，是顺便的小吃见，拜。拜。